从此之后，我们两个就可以过这个幸福美丽的生活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阿姐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开箱 Samsung 的 QLED Gaming Monitor 型号 CHG90。那这是一台这个49寸的曲面屏幕，尺寸非常的大。你看光它的外盒，庞然大物的感觉。那现在呢，我要先把它组装起来、立起来之后，我们就来测试看看到底这个游戏玩起来的感觉。那首先呢，我先要把这个箱子给打开，外盒应该保护的还不错。哥，在哪？哇！接下来本体应该就在这个保利龙下面了。那你们可能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会有这台萤幕，对不对？我非常想要买一台电脑来做一个剪辑的动作，然后刚好有厂商呢就打算商借我来测试看看这个萤幕呢，不管是剪接也好，或者是就是你要玩游戏也好，好，那这是我们的萤幕本体的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庞然大物。那现在呢，主要的我要先把这一个呢给装起来，对上这个孔之后。它下面有两个像相机的这种螺丝孔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拴锁上去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这里呢有4颗螺丝，要先锁上去萤幕，不然这样子拿起来会有点危险。记得锁这个呢，一样都是要平均的锁，不然真的那个牙纹会不好。那我们这样大致上已经把它锁紧了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主体给搬出来了。哇，好重哦，超重哎！整体弄起来大概是这么大。你看对比之下，我的萤幕。两台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差好多哦，这个整个都是非常的雾面，所以待会的延展性应该是相当高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背后，它可以这样子上下调整这个萤幕的高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，可以做到这样的设计，又不会自己滑落下。如果要装这一台萤幕的话，你的显卡也不能够太差，太差的话可能会跑不太动。下我们来开箱一下这台电竞的电脑到底是什么设施呢？我们看一下吧。这台的 CPU 呢是 i7-5960X 哎 ，Oh my god， 超强的风扇哎，然后显卡是1080的，哇，整个很不一样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把整个萤幕还有电脑主机呢都已经组装好了。我觉得这个一开始我打开 GTA 的画面，真的让我有点惊艳到了。那为什么我会挑 GTA 呢？就是因为这一款的解析度呢刚好是可以支援到3840×1080，刚好符合我们。整个萤幕的一个比例，我觉得是非常厉害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开全萤幕的话，它的更新频率可以来到144赫兹，所以整个的流动呢，可能都会刷新的比较快，比较不会有一些影格的残影，真的超像在看电影的，好不好？那我故意挑这个地方，就是要让大家来看一下，看看这个风景到底长怎么样。现在在看这个萤幕呢，好像你的眼角余光是看得到其他的景色。如果你要更往前一点点，那整个包覆感真的非常的。会让你有点很沉溺的感觉，真的很身临其境。如果你再加个方向盘，真的会更变得不一样。这边水库这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过来，慢慢过来，来到这个花云巷，然后再过来就是鹤岗蓝银刀，然后整个山脉，整个这个海洋上去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来试看这个开车的部分哦，会长得怎么样 ？Let's go！ 超级跑酷的感觉，视角是不一样。我觉得室内视角变得。更宽敞了，因为它本来的画面，像我们原本呢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原本人的这个地图这里啊、哦，是在左边这里，那是因为它整个从中间往外延伸出去，所以其实它就变在这边，哦，所以这额外两边呢，是可能我们以往开车的时候，或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看不到这一两边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真的是很棒，很不一样。现在开下山，看看这个表现如何，刹车一下，哇塞，甩尾啊，哦耶。真的很棒哎、欸，这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萤幕，会有延迟的部分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往下一个地方来试试看整个感觉。来到了海边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换成是小智的角色 ，And 我们的 Pikachu。那来到这边呢，其实我们主要就要看一下这个水的感觉有没有很不一样。毕竟我们用这么大的萤幕来看呢，就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感觉。哇塞，你看有海鸥，哎，当然妹子也不可或缺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妹子的。近一点吗？是不行了，就这样了啊！走吧，我们过来看看。哇！那如果一发电的话，10万伏的全部人都电死。走吧，你看这整个水超级清澈呢，有没有？整个世界完全都不一样啦。我们开过来这边等他好了，皮卡丘。好了，最后呢，我们来到了 Spider-Man and Go Go Power Ranger。那总共5个人，对不对？红色是暴龙，然后其他的我已经忘记了。那这些呢，也是蛮 Q 版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威能来跟他 PK 一下。OK， Let's go， 先把 DO 出去。什么？干什么？看我的暴君！干什么？最强的队长，最强。然后车子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拧红灯，闪红灯是，就这样子。干什么？车子把它拖走吧。OK 啊，主要是展示一下这种感觉吧。然后飞起来的感觉其实都还蛮不错的。OK， 我
我往这个大楼这边走，好不好？往这个大楼这边走。摆荡。OK， 再摆荡。OK， 大楼里面穿梭其实真的还蛮棒哦。再摆。就这样子，探索无疑啊。OK， 爬爬爬。OK， 我们努力的爬上来啦。我们去到这个最高的这一栋，好不好？最高的这一栋 ，Spider-Man。我没有 Spider-Man 应该办不到。OK， 我们即将爬到顶端了，剩没到几个 bank。OK， 我们抵达。当然呢，我们回到海边，我们遇到的是我们的 Kid Mario， 然后开着这台去找我们的公主啦。大家来看看我们坐上 Go Kart 之后的感觉，是不是很够追嘞？我们快看一下毛毛的手臂，接过啊，都是什么鬼？接过，飞了！哇哦，哇哦！翻身了！现在这个时间点来海边更不一样哦，看到人家冲浪等等之类的都非常的棒。耶、yeah, ！接过！谁拿过那个接过？公主我来了，公主，安排你。公主你来了，小弟马里奥来找你了，马里奥，公主我来了。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见过面了？看什么？小王。哦耶！缠绵到天边。Yes。好不好？从此之后，我们两个就可以过这个幸福美丽的生活了，对不对？走吧，那边有一台直升机，我们走了，一起翱翔天空。Come on， let's go！ 来哦，派翠公主，来哦，派翠公主。好，我准备出发了。哇，你看看这种美的外海，哇，真的感觉非常不一样啊！看一下我们美丽的身影，我们从上面看下面的感觉，真的超赞，公主。公主，看一下我公主。公主不理我，她可能去高镇了。公主，我们准备往下跳了。对，公主 jump， 拉开你的伞。公主没有伞吗？公主你好像没有伞。公主。观众，今天大致上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台神送的这个 LED 的这个萤幕的一个开箱的介绍了，好不好？它整个萤幕的尺寸呢，49寸，真的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你看，以我的键盘来做比例就好了。大约是这样子，好几倍的这个身高。那我觉得整体上我用起来，我觉得它算是真的还蛮不错。如果我真的有机会有那个能力的话呢，我是有想说可以买一台这个来做一个剪片剪辑啊，或者什么，或是玩游戏，其实都还不错，好不好？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开箱的影片，也可以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三下两追踪我开的动态。那当然，如果对这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自己去 Google 看看喽。好 ，OK， 大家拜拜。